上海早晨正在陪您来全新的一天。现在开始做第七套广播体操第一组伸展运动。拿铁，祝你用餐愉快。好，再近一点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安区纪念馆参观，还请各位入内参观。放仓库位于定安区的苏州河北岸，它里面的骨头呢，可以做成另外一个标本。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Welcome to our restaurant。请手持车票。美丽家园建设能顺利的推进，静安区呢再次做出了尝试，引入了一台静安区标准化菜场的菜价可以说是上海中线城市最低。